这条路线是监控呈现出来的张白夜的行车路线。这两条路线是他唯一能够从城南郊外前往虎城河北岸的没有监控覆盖的两条路。那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从虎城河北岸抛尸之后，驾车离开的路线。我有三种推测：第一种，回城；第二种，出城；第三种，原地消失。我先说第一种，如果张白夜驱车回城。 不论他是从虎城河北岸直接上环城高速，还是他绕回城南郊区再回城，他肯定要通过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被监控覆盖路口中的其中一个。所以调出这几个路口的监控，就可以看出他是否回城。第二种可能，他一定会选择没有监控覆盖的路线走，除了按照这两条路线返回城南郊外，还有这三条出城的路线是没有监控覆盖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这三条路线上都各自有一个路口是被监控着。我马上调查来看一下。你等一下，如果张白夜按照原路返回，从城南郊区出发，那他必须要经过这条路线，还有这条路线，而且我没记错的话，这两条路线上分别有两个被监控的路口，这几个监控覆盖的标记点你都查一下就好。我们得，队长。 你的大脑是不是有卫星定位系统啊？还有一种可能，也是他原地消失了。你们想一想，不管是出城还是入城，他都没有把握做到100%避开监控。那他如果把他的车开进虎城河里，确实是可以避开我们搜寻的一种方法。 往后退一点，出来！王队啊，王队，来，请大家配合一下，配合一下。都散了吧，别看了，别看了，不要拍照，先。往后退啊！ 请不要拍照，别拍了啊！行了，来，别看了啊！都散了啊，别拍了。哎，老陆啊，人找到了啊！ 凶手不是张白夜，你看，尸体出现了腐败性的腹部膨胀，全身性的腐败绿斑和全身性的腐败血管网，头发易于脱落，还出现了腐败巨人观，手脚皮肤泡软膨胀，呈白色皱缩状的现象，所以可以确定他的死亡时间至少比一般要早一天。 孙局，您找我啊？陆小，有群众拍到了浮尸照片，上传到了网上，而且还涉及到了敏感的网约车犯罪，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不良反应啊。我宣布，成立727专案组。
你亲自主导，我负责监督。啊，您来监督啊？没错，尽快破案，一定要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明白，我一定全力以赴。张白夜在接到宜宾的订单之前，有将近24小时没有接单。上一个乘客呢叫王子彤，经查呢也是一个伪造身份。嫌疑人王子彤下单的时间是7月24日星期三晚上的9:27。张白夜是在9:31接到了他。 地点是中心线步行街的北区门口。我从平台也调到了这期间的录音，小包子放一下。你好，安导航走。嫌疑人上车以后呢，显然非常警惕，一言不发。我推测他和张白夜的交流应该是以点头的形式进行的。 嫌疑人是在10:02在西城区麦田公寓下的车，订单结束以后呢，张白夜就空车行驶到10:21，驶出了监控所在区，断掉了信号。我推测应该是关机了。这个期间的录音我也调出来了，小包子放一下。给您停这儿行吗？请带好随身物品，别忘了后备箱还有您的行李。 之后，张白夜就一直空车行驶，一直到10:11。张白夜再次回到车上，录音就被切断了。他一直空车行驶到10:21，驶出了监控所在区。 一直到第二天，也就是7月25日，星期四晚上的10:23，又重新恢复了信号，开启了接单模式。这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宜宾的单。张白夜的家住在东边，对吧？对。那他为什么要在没有接到任何单子的情况下往北郊开呢？你调一下嫌疑人上车和下车的监控。 老陆，有消息了。嫌疑人这个微信号呢，于一周前才注册，是个新的账户，没活跃过几次。张白夜这个订单也是第一次下单，目前账户处于非活跃状态，调查行踪比较困难。我尽量想办法。行了，最近也累了，咱俩回去休息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回来了。废话了吧？嗯。醒醒，快啊！百香果配柚子去火，先喝了。嗯。嗯。哎，你慢点，别噎上。哎，嗯，我往那边坐点。好好，来。累完了吧？嗯，还是家里舒服呀。这个嫌疑人啊，作案准备太充分了。他不仅有很强的反侦查逻辑，而且他对咱们海港市的监控覆盖把握得非常精准。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张白夜打开后备箱的20秒之内，迅速地制服张白夜，并把他塞进后备箱里。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呀。骨头再硬啊，也不如你的牙硬。刘警官，嗯，我相信一定可以搞定。喂，陆队，嫌疑人信号活跃起来了。好，我知道了。啊，我去，
他怎么样？还是不好。好，我帮你盯着。嫌疑人的信号定位在中心线步行街北区，我们在那里汇合。现在是下午4:01，人流量会越来越大，到了7点左右会到达峰值。由于目前地势环境的因素，位置定位可能会有一定的延迟，只能作为参考，大家尽量进行的慢一些，盯仔细了。我们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跟住目标，尽可能缩小目标的范围。搞定了，红色的信号点就是嫌疑人的位置。老陆，你是 A， 老许 B， 冯一彤 C， 亮子是 D。行动了，注意，嫌疑人目标在 A 的东北偏北，正向东缓慢移动。嫌疑人信号几乎与你重合。大家分散，嫌疑人在楼下。全体注意，嫌疑人动了。跟你信号，小包子。好。信号太弱了，这地势太复杂了，咱们分头行动。注意信号。好。
8块钱。好。你怎么在这儿？我刚参加完培训，晚上我们吃火锅啊，过来。我们正在行动中，你穿着警服可能会打草惊蛇的。行，那我先撤，你注意安全啊。嗯，谢谢。嫌疑人的信号出现在市场东侧的小街上。信号丢了。全体注意，嫌疑人又开始移动了。信号丢了。信号还在搜索。小包子。哎。加速刷新。好。你左我右。好。有了。全体注意，注意！嫌疑人进入地铁区，目前嫌疑人在 A 的东南方向。地铁，地铁，快！小包子，恢复所有信号互锁。收到。小鹿，信号丢了，靠你了。小鹿，信号出现，在你的反方向。正在向护城河南岸方向移动。陆总，我这信号准确吗？老陆，你东边的护城河上有船或人吗？
没有啊。那就怪了，我这里显示嫌疑人的信号就在护城河上，正在向东移动。这信号怎么就消失了呢？他不会是发现了我们把手机扔河里了吧？不会，信号移动的方向与水流相反，它是游过去的。手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大概是在河中央的区域。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手机不防水，下水之后主板坏了；第二种是手机防水，但是它的下潜深度超过了20米，手机信号在水下20米之后也会消失。队长，你在这儿待了多久了？5-6分钟吧。我看到过他的背影，不像是穿戴深潜设备的样子。那这太诡异了，难道是水鬼吗？世界也要